Hello everyone, Assalamualaikum. My name is Khalika. Hello, Assalamualaikum. My name is Suleiman. Welcome to another video on YouTube.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频道。首先呢，我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喜爱。关于你们的评论我都看过了，然后我也很喜欢，谢谢大家给我的好多爱。希望大家继续深爱着我们，给我们鼓励，你们的鼓励将是我们前进的动力。Yes, thank you so much for supporting us. 关于他们的问题，我们是挑了一些了。啊，对。我也没办法，因为大家，我知道大家对我很喜欢，但是问题太多了，我不能一一回答过来，就是挑了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我来回答你。Yeah, question 啊，这个粉丝他选在哪个 ？Right? Hi. So, हमारा जो पहला question है, वो है जनाब. OK, 关于这个问题呢，你们想问我 China 怎么样？其实中国呢，是非常棒的一个国家，因为中国它是开放性的国家，它非常大，它有很多个省份组成，就像你们这边有，PPK 省啊，杭州省啊，我们那边也有很多省份，我们那边每个省份都不一样，有大的省份，有小的省份，嗯。有穆斯林省份，有非穆斯林省份，因为中国呢，它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它有很多很多的民族，它不仅仅只有回族，还有其他的民族。我在中国的时候呢，还是比较喜欢中国多一点。来到巴基斯坦以后呢，怎么说呢？我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有点不适应的，因为中国的生活节奏很快，巴基斯坦的生活节奏很慢，所以呢，我就是不习惯这边，到后边呢，我慢慢的融入这里面以后呢，我就习惯了这里，就不习惯中国。可能你现在让我回到中国，我可能跟不上中国的生活节奏。嗯，我适应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好了。嗯。再其次一点就是说，我时间长了，如果我不回去的话，可能3-5年以后，我回到中国，中国的变化是非常快的，一年一个样。我回到中国以后呢，我可能找不到自己的家门。Oh no！ 对，是这样。巴基斯坦呢是一个人们是非常热情的，然后呢生活也是比较惬意的，因为这边的生活节奏是比较慢的。所以呢，其实怎么说呢？如果让我选择出生，我选择是在中国，而且是在中国接受教育。我选择工作的话，我可能会选择迪拜或者其他国家，因为工资高一点。如果让我选择，就说比如说，哎，我以后老了，我以后大了，我可能会选择巴基斯坦，因为巴基斯坦的生活比较惬意，会过得舒服一点。当然，你看后边的装饰啊，包括你穿的衣服啊，你肯定就能想到我是在巴基斯坦，而不是在中国。Yes, and TikTok 的很多 video 里面，发现我们是巴基斯坦的，是不是？是的。我在中国我就用不了 TikTok， 或者抖音。Yes, in China, I'm TikTok using that city. 我们这个 TikTok 是抖音，是 different 的。OK，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只能这么回答你。我们两个结婚2年多了，在这中间呢，我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也遇到钱的困难或者各方面的困难。不管是遇到什么困难，在这2年里，我们都一起走过来了。如果我老婆呢，为了钱跟我来结婚，我们两个可能早就分开了，而不是说我们会一直携手到现在。OK， 这个问题呢，我家有5个孩子，我有2个姐姐，我有1个弟弟，我有1个妹妹。2个姐姐和妹妹都结婚了，我现在还有1个弟弟，我弟弟呢长得特别帅。
比我还可爱。他是在也是在巴基斯坦上的学，但是他工作在迪拜。这要看这个还是得经过弟弟的同意。他说我要消失一点。对于这个问题呢，你觉得他跟我在一起，我割了他腰子了吗？मैं शादी को इतना अरसा हो चुका है बेचने होते तो गुर्दे का आपके बेच चुका है so so many people asked us this question yes OK 现在我回答一下大家这个问题我呢我是中国的穆斯林我出生就是穆斯林在中国呢它是由很多很多的省份它组成的中国它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嗯、就说每个省份它都有穆斯林、嗯、但是就说有的穆斯林就说有的省份的穆斯林会比较多有的省份的穆斯林会比较少但是中国的每个省份它都是有穆斯林的、嗯、有的省份它整个一个省它都是穆斯林我的家乡呢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它是一个穆斯林 province、嗯、穆斯林省份所以呢我从出生上至我的祖辈上至我的爷爷奶奶太爷爷太奶奶我们都是穆斯林出生都是穆斯林、嗯、according to google 呢我不答应给तीन provinces ऐसे हैं जिनमें जो है ना majority of Muslims हैं और उनमें से एक जो है वो निंचा है当然也有很多中国人他们就是本身不是穆斯林他们后面加入穆斯林、嗯、我也有很多朋友他们加入穆斯林我感觉他们都特别棒啊特别虔诚每天都会做礼拜每天都会那啥、嗯、就很棒啊 बहुत से ऐसे जो है वो चाइनीज या फॉरेनर्स होते हैं जो कि मुस्लिम में कन्वर्ट होते हैं तो हमें उन लोगों को सपोर्ट करना चाहिए ऐसी बातें नहीं करनी चाहिए कि जिससे उनको ऐसा लगे कि यार ना रिलीजन चेंज करना जो है वो उनका एक रॉन्ग डिसीजन था我们是怎么认识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自己认为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缘分问题是前定好的因为穆斯林呢咱穆斯林呢是讲究有前定的就说在之前阿拉就给你已经规划好了、exactly. 对什么事情在别人说来哎这个就是缘分这个、就是缘分哪来这么多的缘分呢什么东西它都是阿拉给你前定好的、嗯、所以呢我遇见你我只能就说是阿拉前定好的为什么就说啊，也有很多穆斯林的中国女孩子，我也认识很多中国穆斯林女孩子。那为什么我跟她没这个缘分，我偏偏跟你有这个缘分呢？嗯，是吧？我们大家都玩得很好，那按道理来说，我中国人就可以要去一个中国穆斯林成为夫妻，我为什么偏偏和你结为夫妻了呢？嗯，这个东西我只能说，阿拉哈姆多里拉。安拉让我遇见了你。Yes, exactly. OK, 关于这个问题呢，怎么说呢？我呢，我只会说一点点英文。沃尔都语呢，我也因为待的时间长了，我也能听来那么一些单词，然后我就可以猜得到。嗯。大部分我们两个交流还是中文交流因为我老婆呢是在国内留学的是在中国学习的所以她会中文她的中文说得很棒的所以我们两个就是通过中文去交流大部分情况下是通过中文有时候也会穿插英文或者乌尔都什么的这个东西我不敢给你们介绍我真不敢介绍因为每个人的性格不同每个人都有那啥好多人嘛你就介绍给他们这样的话就穿完伞就跟中国人结婚了啊
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不会讲沃尔鲁语，我没学过，就是说啊，因为我待的时间长了，我可能会听得比较顺耳，所以就说有时候就说哎，自然会说那么一丁点，就那么拖拉拖拉，知道吧？就说大部分情况下，哎，比如说我突然间想起来一句话，我突然间想说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会问我老婆，哎，这句话怎么说？对。然后她教我，然后我她说一，她读一遍，我跟着读一遍，读个五六七八次、十次，从不会读到生疏能读一点点，再到后边能顺利的把它读下来，我只能就是这样。कुछ पठान फैंस ने पठान फॉलोवर्स ने कुछ पश्तो जो है वो सेंटेंसेस सेंड किए हैं था मैं शो मुझे शो पर मैं शो वो द पश्तो था वो हाला मेरी पश्तो भी बहुत बुरी है एंड दे वांट हिम टू स्पीक पश्तो ज़्यादा सादा मीना कुम वाव या इट वाज गुड 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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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ये瞬间就读下来。我也感觉 Pashto 不是像 Urdu， Pashto 也 Urdu 比较难吧，因为 Urdu 特别复杂，我也 difficult 的。Pashto 就是我突然说更 difficult 的 ，tongue twister 就 words 我特别难的。I will just repeat two times。नाच न जाने आंगन टेढ़ा。नाच न जाने आंगन नेरा。Yeah， it was good. Okay。two more sentences, okay? Okay. भागते चोर की लंगोटी ही सही. भागते. Minor. Okay, one more time. Okay. भागते चोर की लंगोटी ही सही. भागते चोर को. Oh no.好绕口啊，这个是。Ah, yes, it's a tongue twister. Maybe I don't think so. But they should learn good English. Okay, 我下去学一下，下一个视频给你们读这个句子。जिसकी लाठी उसकी भैंस. जिसकी लाठी उसकी भैंस. उसकी भैंस.जिसकी लाठी उसकी भैंस जिसकी लाठी जिसकी भैंस जिसकी लाठी उसकी भैंस उसकी भैंस यस जिसकी लाठी उसकी भैंस जिसकी लाठी उसकी भैंस वाह Thank you so much, Baki, आप लोगों की love and support के लिए and everything के लिए. 谢谢，再次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Thank you so much. 都मिलते हैं अगली video में. Till then. Okay, see you later. I love you. Bye bye.